那接下来的2:05至3:35哦，2:35将进行本日下午第二场议程，由用 Docker 建置 End of Life 的 Ruby 开发环境，由讲者 Jimmy Wu 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内容，掌声。Sorry， 调一下麦克风。那我们开始喽。好，那我这边首先要讲，这场议程其实我有点标错它难度，它应该是入门级的，就是这边不会讲到非常深的原理，但是我会尽可能的让大家都知道这个标题可以让你做到的事情，这样。好，先讲一下这个标题，就是我们这一场议题是讲说用 Docker 建置 End of Life Ruby 的开发环境，那也是为工作上面老专案续命的经验谈，这样。然后我是 Jimmy。然后现在是五倍红宝石软体开发的工程师，然后我之前有做过游戏业相关的经验，这样。那要讲这个题目呢，首先要从一个故事开始讲起，就是 Apple 制造灾难。那 Apple 到底制造了什么灾难 ？Apple M1 晶片有没有 ？One more thing， 那这东西是什么东西呢？它是一个 ARM 架构的处理器。那我们原本有些朋友可能是用 Windows， 那有些朋友可能是用 Mac， 可是 Mac 之前它是用 Intel 的 CPU， 那它自从变成 M1 晶片之后，它采用的架构不同。那采用不同的架构会遇到什么问题呢？处理器指令集的不同，那这个东西会造成什么样的进一步的问题呢？你 Library， 我们常常开发安装开发环境的时候，你需要很多的函数库，那它函数库在不同的 CPU 上面 build 起来的时候，就需要使用它的指令集的部分。那这部分如果它不符合的这个平台的话，你处理器架构的话，那它直接就是 fail， 那你连 library 都没办法用。那我当时遇到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棘手问题。好，那我们聊聊开发环境的噩梦，换电脑的噩梦。我们每一次换一台新的电脑，你环境是不是要重装？那我们除非你很记得自己每一个步骤所有装的东西，你现在重新叫你装一次，哇，那个是一个灾难。然后第二个问题，我的电脑可以动，你的OK， 那这时候就要开始跟大家讲说，有个东西好东西叫做 Docker。 什么是 Docker？ 你有听过 Docker 吗？我不知道。好，那这张图呢，开始介绍就是什么叫做 Docker。 那这个东西是这张图是从官网上面就是有分享的。那左边的话，当你安装好 Docker 的，比如说我是 Mac， 我就会去安装 Docker 的 desktop。那你安装了应用程式之后，它总共就会包含这张图上面的所有东西。那稍微介绍一下，左边的左上角呢，这个是 client， 就是我们平常在界面终端机去输入指令的地方，它会呼叫 Docker Daemon 的 API， 然后它可以去做一些事情，这样。然后 Docker 会有 Docker Image，Docker 会有 Docker Container。那右边呢，这是什么东西 ？Registry 就是比如说 Docker Hub， 它的 Image 我可以像 GitHub 一样从上面拉 Image 下来。对，好，那我们继续往下走。接下来聊聊什么是 Docker Image。那首先要开始讲说，你会先知道第一个事情，你去查官网可能会说会有 Dockerfile。 那什么是 Dockerfile？ 右边那张图就是我现在有在使用，就是 Dockerfile 简单来说就是在描述一行一行的指令，你要采用什么样的作业系统，过程中需要安装执行什么样的 shell script 去安装任何的 library， 或是进行一些环境变数的设定啊等等之类的，你都可以写在这里面。那这个东西你需要一些先辈知识，是比如说你如果是用 Unix 来作为系统的话，你就需要有这些先辈知识，你才知道这些脚本要怎么写。那我们进到下一章， Dockerfile 可以 build 出 image。 那接下来这一行指令就是最上面可以看到右上面这个 Docker build， 然后我给它一个名，就是我要 build 这个资料夹叫做 Ruby 的 2.4.1.0，然后我给他一个 tag， 然后这个名称叫做 demo ruby， 然后它是 2.4.1.0 这样。那执行完成之后，你就是在做烧录光碟的这概念，就是对，你的 image 就会产生。那
Dark Hub 上面，我现在右边这张图，什么叫做光碟片的概念呢？我现在写的这些指令，我用 build 指令去 build 这个 Dark File， 然后让它去烧录这张光碟，然后你就可以理解为 ，OK， 我们这边可以进行一个调查，就是有人不知道光碟片是什么东西吗？不知道请举手。好，那至少我们是在同一个，大部分人是在同一个世代的 ，OK。右边这张图是 Dark Hub 上面，就是 Postgres， 它是一个资料库的 image， 然后它有很多层 layer， 这边我们不做详细的介绍，但你可以知道，就是说它是，也是一个 image 的概念，你只需要把它拉下来，然后就可以使用。这张光碟片有一点厉害，它有作业系统，它有你想要做的任何东西，你想要安装的东西，它全部都写成脚本写好了，你不用担心，就是你重来一遍的时候，你忘记某个步骤干嘛。那有了 image 之后，我们现在讲的就是所谓的 Dark container。Dark container 到底是什么？用简单的话来理解，它就是执行光碟片的电脑。我们现在写好了 Dark 的 image， 然后把它 run 在一个 container 上面的时候，那我们现在等同我们可以把一台电脑骑在你的，比如说 Mac 上面，你可以这样理解比较简单。那有一台电脑之后呢，我们通常不可能只run一种服务。开发的时候需要启动多个服务，那这时候要怎么解决的问题呢 ？Dark Compose。什么是 Dark Compose 呢？简单来说呢 ，Dark Compose 可以能做到的事情都是透过 Dark 的，它底层是用 Dark 的 API 的呼叫，然后去做出来的。那右边的这张图呢？就是你看到哦，上面这个描述这个 Dark Compose 它的 version 是 3.9， 那它有 service， 它有上面有这个 Compose file 里面有 DB， 它有 web， 有这两个服务。那他们各自下一个阶层就是它有用了哪一个 image。那我的 volume 就是硬碟的概念，有什么它用了挂载哪些硬碟到这个 container 里面，这些复杂的东西我们等一下会讲。那当你有了不止一台电脑之后，那我们现在有多个服务，有多台电脑，那我们要怎么让他们一起 co-work， 就是一起协同工作呢 ？Dark 的 networking， 我们一开始自己的 mate 是实体电脑，你透过 Dark 的 networking 的功能，它提供你好几种网路的 driver， 比如说它有 host 模式，然后它有 overlay 模式，它有 bridge 模式。这些东西你可能会需要一些基础的网络概念，但是我们只是要开发专案的话，这个部分我建议先不用去深究，先用它预设的就好了。然后这张图的关系是说明说，哦，我现在有一个 Rails 的在跑 Rails 的电脑 container， 那我现在有一个 database， 也许是 MySQL， 也许是 Postgres 之类的。那 Dark Networking 的预设模式就是 Bridge。简单来说呢，大家都有。家里都有路由器吧，就是比如说 WiFi， 那你把一堆实体的线，你有几台电脑全部一起连到插上去之后呢，它的网络就可以互通了，就是这样。那我们 Dark 的懒人包暂时就告一段落了，那接下来谈谈就是这个主题的另外一个 part， 老专案的问题。我们用的 Ruby 版本是 2.3.7， 哎，请问大家就是这边如果有写 Ruby 的话，你们的Ruby 版本不知道是用多少了？哦，这么新的、啊、，OK， 好，那这时候呢，我很开心的，就是我装好了 Ruby 的 Version Control 的工具，然后我要安装 2.3.7， 最上面那个是执行它的指令嘛。那我们接下来遇到什么事情？他跟你讲说，哦，你的 Ruby 安装失败，安装失败之后，工程师又开始，哦，我要去 Google， 我要问我大哥谷歌，对不对？我要开始安装。然后你会开始找 Stack Overflow 上面各种就是可以求救的指令，比如说要叫你叫你这个 in 不要加进去啊，这样。可是瑞凡，我只想写程式而已，我为什么那么累？那这时候我想到，哦，现在我听过 Dark， 那我现在可以去 Dark Hub 上面找，我需要用 Node， 我需要用 Ruby， 我需要用什么东西，那我就去 Dark Hub 上面找就好了。所以我们就去 Ruby 的官方维护的 image。那我去找 2.3.7， 那我用的平台是 OnJago 的，
那我就把它直接把它破下来开始用。不要忘了光碟片的特性，它是唯独的。你一张 CD 放下去，然后开始播第一首歌，播到第十首，它一到十首歌都是在这边，不管你怎么样，除非你的光碟片坏掉了。那你再举一个例子，你打网咖的电脑的时候，时间到了，你的原本按照那些 file 都会被还原，对不对？有人没打过网咖吗？好吧，那你可以去试试看，这附近搞不好有。我们接下来，我们现在把 image 抓下来之后，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我每一次启动这 container 的时候，就像把这光碟片放进光碟机，在电脑里面，它开始执行了。那它每一次都要下，经过你要安装你需要的 library， 在 Ruby 里面，在 Rails 的 project 里面，它就是一些菌嘛。那我需要一个储存菌的地方，不然我每一次重启 container， 就像网咖的电脑被重新关掉，然后再打开一次，然后它东西又还原了。我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要怎么解决？这时候 Docker 提供你一个功能，就是 Docker Volume。Docker Volume 简单来说，就是把挂载你的硬碟到 container 上，因为它原本是它的资料，因为隔离的关系，它没办法，资料是没办法储存互通的。那右边的就是你写 Docker Compose File 的时候，它会有一个 Volumes， 然后你可以透过一些写的方式，让你比如说你把本机的哦，像 C 硬碟某一个 folder 直接挂载到 container 某一个位置，让它互通，它的资料就可以直接存取你的这台 Mac 上面资料，这样理解比较简单。那这一张图呢，是 for 就是 Ruby 开发用，就是我要跟他讲说，我现在有一个硬碟，然后我有好几个 container 都可以使用这个硬碟，我就要跟我 Ruby 菌的把 environment variable 先把它储存进去，跟他讲说我要到这个位置找我的菌子。那接下来你会遇到一个问题说，我要如何访问我的 web service？ Docker Compose Files 里面可以指定说这个 container， 左边的大家有看到两个数字3000吗？左边那个指的是你这台 Mac 电脑上面你的网路中访问，比如说 localhost 3000，那对应到了这个 container， 比如说它如果是 web service 的 port 3000，把它对接起来。那你就可以直接在浏览器打开，我直接打开 localhost 3000，你就可以进到 container 里面的那个 port。接下来开发还会，你会需要资料库。那我怎么解决这问题？我只要去 Docker Hub 上面找到我的 MySQL， 然后是一样是 on 架构可以支援的，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在 Docker Compose File 当中，把它变成一个 service。然后指定给他，把它设定好之后，我就得到一个资料库。那你在 compose file 当中，你需要我用的方法是用 links。比如说我把 web 的伺服器，然后加上那个设定档中，我加入 link 的指令，然后我要 link db， 我可能会有 redis 之类的。然后你需要在 rails 的 repo 里面，然后它的 config database 的 yaml。的设定档当中，因为你现在 Rails 是放在它的 container 底下，所以你需要设定它的 DB 的 host。我刚已经前面一个张图片，我给它的名字是 link 到 DB 这个 service。我只要在 container 当中，这时候访问 DB 这个 host name， 我就可以连到我的 DB 了。那你还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是，如何汇入资料库档案？这时候你需要知道怎么样把档案传入容器内的方法。Docker 提供你另外一个功能，就是 Docker CP 复制嘛。我要把本机的档案复制到 container 里面，因为其实你如果后面有去深入研究的话 ，Docker run 在 Mac 的版本里面，它是起一个 VM。简单来说呢，说人话就是说，你在你的资料夹 folder 里面。你要找是找不到容器里面档案的，因为它是放在一个虚，它在你的 Mac 上面长出一个虚拟机，然后你要想办法进去这个虚拟机之后，再进去它的档案的位置。对，这是有点难度。那我们一般 Rails 开发者在容器化之后要怎么样 debug 呢？
你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你的 Docker Compose up 之后，它只是一个，我理解是它是一个 std out， 它就只是负责输出一些文字而已。可是我们在 code 当中要埋断点的时候，它就只会显示说，哦，我这边有一个断点，我卡到那边，可是我没办法对它进行任何的控制，因为我们大家在写不同程式的时候，埋断点就是为了在那个程式的执行断点停下来，比如说去印一些变数啊，然后做一些程式，去捞一些 model 之类的。那这时候你需要在 Docker Compose 的 file 里面，比如说是 Rails 的 APP， 那我需要把这两个设定打开。简单来说，第一个 std in open 就是说我在这个 terminal 起的这个attach 这个 container 当中，我可以把我的键盘输入的东西输入进去它的 std in 里面。那 tty 就是一个位的终端机，就是对，就是这个概念。那我们还可以使用，就是这时候要 debug 嘛，我会使用这个指令，就是 docker attach 到某一个 container 当中，你就可以持续对那个 container 进行输入，然后跟得到它的反馈。那容器后的专案架构实际上面会大概会长什么样子？这是我目前的，就是每天工作在开发的专案的架构的样子。我现在专案有三个 repo， 然后一个主要是主要的 APP， 然后第二个可能是 service API， 然后第三个可能是 user 管理相关的一个 APP。 那刚刚讲到说你可以透过 Docker Networking 把这三个，等于是你的电脑下面长了三台电脑在你的这台 Mac 上面，你要怎么让它透过 Docker Networking， 然后去先把它 link 起来，然后再让它可以互相沟通。然后这个下面有一个 Dockerfile 的目录呢，我个人是习惯，因为我将来可能会升 Ruby， 所以我就要把比如说 Ruby 2.4.10 之类的 Dockerfile 我先放在里面，那我到时候要 build 的时候我就直接从这边开始 build。 那 Docker Compose 的 file 就是直接放在这一层，就黑色字体的部分。那容器化后的工作流程大概会是怎么样的？首先嘛，那我就先启动我的 Docker Compose up， 然后我一次把我现在目前只要有五个服务，对，它就一次全部起来。接下来呢，就是改扣嘛，对，每天大家都生产程式嘛。那接下来进行你想要进容器里面，因为你现在的服务不是放在你本机电脑上面嘛，我就需要进去，比如说 Rails App 的那个 container 里面执行一些 Rack 的 task， 比如说我要进它 console 啊，我要开始migrate我的 DB 啊，做什么？那必要的时候就是重开治百病嘛，我就把你需要把 container 重开的时候，我就重启 container。 那接下来就是刚刚讲的，我们需要进行 debug 的时候，我就需要附着在某个容器里面，进去真的进去那个容器，然后开始进行出错相关的作业。我看一下时间 OK。 那我们这边还有一点点时间可以稍微 demo 一下，就是工作流会长什么样子。OK， 这大家看到吗？好，那我现在在这一个我现在是有用 TMark， 所以我大概切了四个 terminal。 那我现在把它放到一个 terminal， 那我现在 Docker Compose up，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 Docker Compose file 那上面左边有写 Redis， 然后我也有一个 DB， 我也有一个 Rails 的 app， 就这样。然后我的 Web 伺服器已经起来了嘛？这时候你在 Mac 上面访问 localhost， 然后 port 是3000，它就会印出来我这一页原本 Web App 要 show 的 HTML 的页面。OK， 然后这边是我的 HTML 的样板的地方，我们这边只要随便删掉一个字，我们 refresh， 它就会及时被更动。那刚刚讲到说，就是我要怎么样 debug 呢？
我在我的 Rails App 里面的 Controller， 因为它用的是 Rails 是 5.2 版本，我这边 安插一段我的 code 的断点，然后我用 docker attach 的指令把它 attach 到某个容器上面，这时候我重跑一次，我 refresh 了一次，重新 get 一次，哦，这边刚刚没存档到，抱歉。我们再重新 get 一次，好，卡住了，你看我现在在转圈圈的嘛，对不对？断点卡住了，然后你可以看到我这边就是我把它放大这样看比较清楚，我们现在已经进去它的白 bug 里面，然后它在它 controller 中已经停住了，我可以随便乱印东西了，对，这就是之前可能你在第一次使用 container 容器化之后开始工作流程你会遇到一些小问题，就对了，那我现在切回最后面的演讲的时间，就是现在进入的是 QA 时间这样，然后这个 QR code 是可以扫，就是我有把这个 slide 分享上去，对，然后看有没有人有任何问题这样，欢迎提问，然后交流。我觉得最困难的点会是在处理网路连线的问题，就是因为我现在正在工作，现在这专案有三个 repo， 然后这三个 repo 会遇到，就是如果你对这个不是非常理解的话，你会遇到就是我的 local host 不等于你的 local host 的问题，对，那个部分花了蛮多时间在测试，就研究怎么让它网路互通。这样子的，因为当然还有会遇到更一层的问题是，你的 Rails project 里面，你 redirect 到的某一个 URL， 然后在它 code 写的方式是 maybe 可能是写死的，或者是一些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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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的问题，就是很麻烦。对，那你认为那个 Docker build 的时候应该要 build 双平台的 image 还是那个特定平台的 image？ 这个部分我是没有实际使用过，但是我觉得刚看到那 Ruby 上面的 Docker Hub 版本，它就是 AMD64， 所以我就会直接使用它的。我想要帮忙补充一下，就是那个 Docker Compose Up 后面可以减低，它就直接可以不用占用一个 Terminal 视窗这样子，它就直接跑模式，我知道跑到背景。然后那个如果用 VS Code 的人，可以直接用那个 Remote Container 就可以 VS Code 直接进去到 Container 里面，然后所有做的事情完全跟外面就是可以一模一样的操作方式，就直接用 VS Code 执行之类的直接起来。然后如果在里面的话，就是把那个 IP 改成 0.0.0.0， 外面就直接那个 localhost 就可以抓得到了。然后另外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 N1 的 Docker 现在还会不会有，比如说 build MySQL 或什么东西是还是会 fail 或遇到什么状况的？会不会遇到问题？我目前是就我们使用的版本是没有遇到什么问题的，对。对对对对，感谢你的分享，谢谢。哎，请说。我
只是补充一下，我自己平常就是在开，因为这边应该是往讲开发上的 Dark 使用嘛，齁。那我自己平常使用的时候，就是如果有需要，那我通常是把 Postgres 然后 Redis 这一类型的服务型，就是你的服务依赖的东西用 Dark 去跑。那因为在 Dark 之前，我们会，如你可能会用那个 Mac 那个 Homebrew Service 去管这些东西。那对啊，之前是这样子的话，假设你有 A 专案，你需要 depends on Postgres， 我不知道现在版本多少，11吗？14。好，对不起，很久没弄了。然后，好，那总之如果有两个版本，好像之前可能又有个更旧的专案是要依赖9，那你就很痛苦。所以就是之前我发现它很有用处的地方是，你可以甚至用 Dark 管理不同版本 的 Postgres 服务啊，这是我补充了，这不是问题，对，所以就是、okay. 对补充一下啊，我自己目前也都是直接用这种方式，而且也是我会，因为我也是跟你一样 T-Max， 所以我会开一个 terminal 专门就是 post Dark compose up。去跑这些东西这样子啊，然后 I'm done with it， 然后我就 Ctrl+C 把它关掉，对，差不多。好，谢谢。好，补充再补充，其实 Homebrew 现在是可以针对特定版本装那些东西的，对对，但反正对，不过大概还是方便啦，还在方便。我想请问一下，因为刚有提到你是在维护旧专案的时候才会使用到这一套技术，那我想请问一下，如果在未来你想要开发一个新的专案的时候，你会选择使用 Darkfile 这样的技术去做建置环境的动作吗？那如果是选择这样的动作，那原因是什么呢 ？OK， 如果是使用，比如说你用 Ruby 3好了。就我会选择直接先使用就是 Ruby 3进行开发，因为它没有任何 library 相容性的问题，至少在 N1 或是接下来的 N2 之类的机型上面。但我觉得当我需要把这么多服务，然后确保每一次，就是我刚前面提到的问题，就是我每一次都需要，如果说我换电脑之后我要重新装一次，然后我要记录下来，解决到各种问题的话，那我宁可直接把它变成一个 image， 然后之后我换电脑我就直接让它跑起来。那还有第二点好处就是，我们公司可能会有不同的机型的电脑，这时候有新进人员要加进来的时候，我只需要帮他装 Dark Desktop， 然后你就没办法跟我讲说，就是哦，我没办法装的，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对对对对对对对，嘿嘿，对对 对， 对。刀客有没有什么你觉得比较，应该说缺点的部分？我觉得缺点的话，就是你一开始没有这些概念的时候，你入门其实会有一点不煞煞。然后我在做这个之前，就是在把公司的专案实验转成就是变成容器化之前，我本身是对这东西基本上没有什么概念。那你摸索的过程，你光是去看它的官方文件，然后你没有一个实体的具象的东西去参考的话，我觉得你会在探索期会花非常多时间。这也是为什么会今天会想要进行这个分享，因为我走过这些路。对。谢谢。哎，不会。谢谢谢谢。
有为期十分钟的中场休息时间，下一场议程将在2:45开始。那记得在下一场2:45的时候准时回来哦。
下那个荧幕给你的部分嘛，就是你现在是 Miro 还是 Head？ 那你要确定这边的解析度是有，应该是啦。然后还有就是，把那个原子彩关掉。因为刚刚的冷气被不知道被谁关掉，然后造成现在是一个很闷热的状况。我刚已经开起来，然后也把温度调低。但是如果等会太冷或太热，可以直接跟我反应举手就好，就是不要再去碰到冷气，不然的话，应该我怕这个天气大家会中暑。对，好。接下来的2:45，没有这个的话会有点断断续续，对，用这个。接下来的2:45到3:15将进行本日下午场第三场议程设计整合各种支付通路的界面，由讲者伟龙来带来精彩的内容，我们掌声欢迎讲者。Okay. Hi there. I'm very glad to have this talk with you guys. So,
The topic is about design a unified API interface, and we will look at the example of an open source project called Active Merchant. And I'm Willong, and here's the links from my GitHub and LinkedIn. So feel free to follow me, and let's start the presentation. So this is the outline, and you can see there is a scan me. If you want to scan that, you can have the PDF link in your phone or on your laptop. But okay, just come to the outline. So here I'm going to introduce you about a unified API examples of Active Merchant, and I will talk about three key components of this open source project. So the key three components, first is a global configuration, and I will cover about credit cards and the gateways. And finally, we'll go to talk about benefits of unified API and the challenges. So come to the definitions. What is the unified API? A unified API, you can imagine, is an additional layer of the abstraction. So on the top of it, you have an interface. And underneath, you have a lot of different API providers provide you to connect different APIs so it can enrich your service. So like, for example, we have maybe you integrate with some unified API like PayPal, Stripe. They are very good examples. And today we are talking about is Active Merchant. This is a unified API to access dozens of different payment gateways. This is a Ruby gem. If you want to like use this gem, you can check out this website, and it teaches you how to put some source code, put some code on your applications. And let's talk about payment gateway, because this is our like core features in this topic. So payment gateway, you can imagine like in your e-commerce website, you have customers come to your website and they want to buy some products from your website. So when they choose a product and they might see a payment form, then they subscribe the payment form. The information will contact the payment gateways, which is here. And it could be PayPal or Stripe. And then PayPal or Stripe will bring this information to the payment processor. And the payment processor will go to the bank to try to against the credit card or other payment methods. Then the bank will respond to the payment processor. And payment processor will bring that response to your payment gateway and finally come back to your e-commerce website. So this is the whole process of how payment gateway works. So let's look at some example about Active Merchant. So here's a source code you can find in their README in their project. So basically, it's like you start to require their list stream, and then you can set up a task. You can set up a mode. This is for like, for example, you want to test this gateway, so you can set up the mode to set. I want to test, so you put a symbol test, then you create a gateway object by giving the credentials, set amount, and next you want to create a credit card object. And credit object will have some information, maybe from your e-commerce website when your customers submit the payment information. Then after that, you will check if this credit card is valid, is validate. If it's validate, that means there is no error after it returns the hash object. And then you will use that gateway to call the purchase method, and purchase method will need two params. Then you get the response when the response success, and you print out the successful
you print out successful information. If don't, you raise an arrow. But this is overall to for me to explain you these code example. And now we're going to look deeper inside what's like active merchant behind the scenes. So I will just divide. I will just split this code line by line and introduce you these three important components. So the first is global configuration. So what is the global configuration? A global configuration is where we setting where we try to set in very high level, where we try to create a high level settings here. So for example, imagine you have you want to test a gateway by using a test environment. So how can this happen? We can come to this example. Here is a test gateway class. And inside this test gateway class, there is a method called base URL. And you have two URL string. So first is live URL. It's like a URL you can connect to the real production environment. Test URL is you can go to the sandbox environment. And in our case, we want to test the gateway. So we hope these test methods can be true. But this test method might come from gateway. And gateway has the base module, has a test method. So you come to, in Active Merchant, there is a base .rb file. And this is a module. And it's here you can find there's a test method. But overall, how does this mode variable come from? It's come from in your app settings. So basically, in your app you will set like base mode to be test. So as you set up at here, it will make this method to be true. Then finally, in the test gateway, in base URL method, you can use the test URL to test your gateway integration. So let's recap about what is global configuration. Global configuration is like very high level settings. So when you have this kind of a logic, you can have some advantages. For example, you can put this logic in everywhere, but you can manage them in one place. And it's very easy to use because you just have a module class with the class method. But the advantage is this is very hard to debug because the logic might spread in your code base everywhere. And sometimes the configuration is very like huge. They maybe have 100 configuration, but all the configuration is just like a key with value. So it's lack of context, so you can't know like if there's something wrong, you have to debug. You don't know which settings you should use. So it's kind of a good tools, but we have to be careful to use it. And the second part I want to cover is about the credit card, because in payment gateway,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have a payment method to create a payment process. So credit card is kind of what we want to talk. And so let's go back to the e-commerce website. When the payment form, when user submit a payment form, so the payment form will contain some payment data. So maybe you see this form, you can imagine what kind of payment data would be. So it could be like we can see name on card, there might be the holder name. A holder name can contain first name and last name. It should have a card number.
it should have expiration time, expiration date, and it should have CVV value from the credit card. So after now we know we have these kind of data, and then we have to know how does active merchant use this data to create a credit card object. So the line 12 to 18 is from the app example, and you see in credit card class we provide these list of hash with first name, last name, number, month, year, and verification value. Then to create an object, we need to run the initialize method. However, there's no method in this credit card class. And so how come? That's because this credit card class inherits from class model. And the class model have this initialize method. So because this method is in the class, in the model class, and the credit card class inherits from the model class, so credit card class can accurate the initialize method autonomically, and it can centralize, it can normalize the data at the same time, and this is very powerful way to use to create an object. And also in credit card object we have to like validate credit card, right? So let's see how does active merchant run this validate method. In the credit card class there's a validate method and it has a error hash method. So inside the error hash method they just check each element attribute and see if there are like they might a lack of these month data or year data or expired. If so, they just append these array into arrows and return to error hash. But where is the error hash? The error hash is in the model class. So in the model class, error hash will handle the array and insert this arrow into the hash and return a hash to let us can check if the credit card is valid. And I think this is also very useful way we can like another example we can centralize our logic in the class method through the inheritance mechanisms. And the third step is sometimes we do input data and normalize data. Second step, we start to validate credit card. The third step is, can we get the credit card info? And the answer is yes, because most credit cards, because in most class we have a lot of helper methods can support us to have like some extra logic to help us to complete something. So for example, in credit card class, there's a module called credit card methods and display number. So if we want to like call this display number, it has to use a class method called mask. So we look at the mask. We see the module plays a supporting role for credit card class because it provides helper methods for credit cards and makes the class less coupled with a lot of methods. So here we have see the example like how can we like encapsulate different domains in the module and use this to include in our credit card class. So I think overall, we look at the credit card class and the model class, we see how the inheritance mechanism help the credit card can acquire methods
autonomically an easy way to use them. Also, we see the model has an extra layer which can centralize logic and being inherited from credit card classes. And in this, in credit card component, we also see a few examples about how module help to collect shared methods and how module be included into classes. So next we are going to see the last component, which is gateway. So gateway is a reason we want to use this gem, right? So so to use the gateway, at the first step, we have to check about, we have to check the credentials. And let's look at the example in Active Merchant. For example, I choose a gateway called Trust Commerce. In Trust Commerce class, there's an initialize method and there's a requires method. Requires method accept an option with free accept the option with keys. These keys is a checking list to see if the options include these to see the option has the key include in the checking list. So during the initialization, we can do the params checking with a great approach like this to prevent wrong setup in the gateway. And the idea of the param checking is quite simple, right? So you have the params and you have the hash is our options in requires, and you check each you check each parent have this option inside. If there's no, then you return the exceptions to say, oh, you're missing some parameters. If there is everything is matched, then you can create your you can create an instant variable which is options. And second, and the second step is to prepare payment params. So when we check the credit card is validate, then we can run our gateway object to call the purchase method. So I wanna to do three things in the purchase method. So the first thing, so there are two params. So one is amount, and the second is credit card. The amount will be money in purchase, and the credit card will be payment. So let's see how to do the purchase. At purchase, it accepts two params, and we can see that in line 33 and 35 are the process of preparing payments. So at here, at first we have the post is a hash, and we start to collect some information, like we add invoice, we add payment methods. And this is the process we prepare payment. And then once we prepare all the payment information we need, we can send, we can go to sending this payment to the gateway. So the data has been prepared, and next we require payment against user's credit card. So in these steps, we need to use commit this method, and commit have a sales, which is an auction, might be described in the gateway's document, and a post is the payment object we are collect which contains like
invoice and payment details, something like that. And next we can notice like there's a build request, so in at least steps we start to build some build our request body, and then we through the SSL post to create a SSL connections to the gateway provider. So if everything runs well, we will receive here's the request, and we put this request to SSL post. If everything went well, we will receive the response from the gateway provider. So after that, when the response is success, so eventually we got the role request here, and we put this role request into the we parse this role request and put into response class. So in this response class, it's a very helpful class, so we can create some methods to use this response class in our after we receive the response, and we can use to check if the response is success or not. And if success, we can do something to print message or something else. If it's not, we can use response to print the message to see what's happened inside that request. So overall, I think we know how to use gateway to fulfill a payment, a purchase operation. We notice there's a bunch of methods and objects depending on the purchase operation. So we can see that dependencie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gateway classes, because if gateway object changes, the response object could change or could be effect. But reversely, if the response object changes, gateway object won't be changed. So maybe it's a question for you guys can think about. So it's like, does credit card depend on trust currency gateway? So I will say the answer is yes, but it's just less coupled, because the credit card is injected into the gateway, and somehow we call this strategy as dependency injection. But why we want to use this kind of dependency injection in our code? Because it can help us to have a testable code, and we can be relatively stable and less coupled in our code base. So let's recap the whole flow. So at first we have a top level settings as test, and second we create a gateway object, and then we have amount. The amount will be used later on, and then we have credit card object. We check this credit card object if it's valid. If not, we don't do anything. But if yes, we will use the gateway to execute purchase methods. So we bring this amount and credit card into the purchase method as the parameters, and we receive the response. If it's success, we print a successful message. If it's not, we raise an arrow. So I hope you got it. And okay, let's briefly talk about some benefit of Unify API. So why we want to use Unify API? So the first benefit might be accessibility. It's lower our learning curve or maintenance cost for if you are a user. But if you are a developer, sometimes it might be happy, because a lot of users will be happy to pay money for you to use your service, because it's reduced their nervous about integrate another API into their code base. They just use your gym or your software service.
but it's also very hard for you to, like, you need to study a lot about the third-party API documents. So might be a win-win, but might be a lose-win sometimes. And the second benefit is flexibility. So for users, they can speed up their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they have a variety of API providers. And the third benefit is standardizations, because Unify API provide a standardized model, data models, logs, and process, and also provide some API documents for reference. And the challenges of Unify API would be latency, because we know like network sometimes cause a lot of issues, so network brings latency for user and for API developers, and somehow we're adding an extra endpoint. Maybe it's not necessary, but this change will introduce extra latency, so user will feel like our least net product or least stream makes my products being slower. They will get angry. And this another challenge is about normalization. So this is very hard to centralize log from different API providers, and it's very difficult to translate something like a data model from different gateways or error codes or error message. And also different API providers provide you different response, like some they use JSON, some they use XML, and some they use HTTP tags. And the third challenge is reliability. You have to make sure service status keep upgrade, because you create your Unify API, but your API provider also improve their API. So regularly upgrade and deprecate your API is necessary, and you also have to beware of version control and release notes, or otherwise, your users will be very angry if your API is broken because you didn't upgrade your API. And finally, is the security. So security is, I think it's hard to say, but there's a lot of issues here, like authentication and authorization. Also, how to manage the sensitive data will be an issue if you want to create a unified API. And okay, so that's all for the presentation. Do you have any questions? Thanks for the speakers' informative sharing. Now we're going to have the Q&A session. Did you prefer English or is it okay with Chinese? Both okay for me. 现在开始是 Q&A 时间。Say you have the Unify API provided, but is there an effective way to test these in your implementations? Say your Trust Commerce Gateway have like maybe a couple dozen implementations. How do you test them effectively? Is there a way? Well, if you use the gym, it's probably you have to, at first you have to have the credentials from that API provider. For example, Stripe, you have to have a Stripe account. So you can put that credentials maybe in somewhere, and just like, so at here, you have to change the mode to test, and look at the Stripe, what credential they want to use. So for example, they want to, you have to provide login, passwords, or merchant ID, something else. And to use the gym, it's very easy to like help you to like test the API. But if you create by yourself, it's very depends on maybe the architecture you have. So, you know, but it's easy, like, it's not so easy, because also you have to notice some API providers, they don't provide sandbox environment. So I think
It's kind of like trade-off if your service relies on the third-party API. I'm sorry, I should have rephrased my question. Like, how do you do this in automated tests? Okay. Yeah, like if there's every one of the classes, like every one of them has some customized implementations versus the unified API you inherited, like how to test them effectively in unit tests, like say in RSpec or mini tests? You can use like, I think in my case, I will have to test the API manually, maybe use Postman to get the response, and then I will stop that API to, I will stop the API response so I can make sure like if I'm creating a unit test, so this unit test will prove like if we can get this response, then what's next in our logic. So I mean, can you get it? It's like if we have a function, we need to use three API endpoints. So the first is we check the first one, do we success to get some response back? If this success, then we keep checking the next one and next one and next one. Or you can use VCR to record the request and response you want. Okay, got it. So like say if there are 12 classes, so do I have to write 12 tests for just a single unified API for that? I mean, it depends on your needs, because like in this gym, there's a lot of gateways, but I think it's not possible for you to. Actually, it's running out of time. The next meeting will start at 3 minutes. So we can talk in private. Okay, the next meeting is over, and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now. The next session will start at 3:30. 下一场议程将在3:30开始。请大家准时回来哦。太酷了。这还蛮紧张的。来了，正常。你上次哦，原来是台湾人，不好意思。看到外国人，就是我刚刚意思是问说，假设有12个 gateway， 就是通通都继承了例如是说是 valid 的这个 method 的话，你想要如何在就是测试有效的去做这个部分，不是说只有在12个测试答案一样的 method， 每个结果应该说，因为其实如果你真的反应来，它通常懒得太帮你去过，就是说它帮你去设计。切换到什么？你觉得前五分钟吗？前五分钟。对。那我就前五分钟提醒你。好，谢谢。3:30 or 3:20，因为你刚跟大家讲3:30，我想说是。哦，3:20。对，因为你刚讲大家3:30，我想说有些人出去了。没关系，没关系，我都 OK。没事没事，小事。哦，紧张的，等我一下。
OK， 大家好，那个刚才我刚刚有点口误，就是这场议程开始的时间是3:20分，所以其实现在已经开始。那我就先进行介绍，然后请大家尽快入座。那接下来3:20到4:00将进行本日下午场的第四场议程，拉近我们与 Ruby Object 间的距离，由讲者在地上滚的工程师 Nick 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内容，然后我们掌声欢迎讲者 Nick。好，那请大家往前坐，对，就尽量每个位置都填满这样。这边测试一下设备哦。好。OK。好。哦，好，大家好，这么多人，我看一下，有点吓到，太紧张了。好，好，大家都听得到吧？声音应该 OK。好，那。插什么？重新插拔一次看看，录影。这个吗？对，好。哦，不好意思。好。我现在那个没来录哦。不是，就是录影画面突然烂掉。好，处理一下。好了。OK。OK 吗 ？OK 了，谢谢。好，那我调整一下，好像有点钻彩球。开始。不会。怎么了？钻彩球了。关掉了吗？我看一下。需要2分钟。好，那这边遇到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我们大概可能要等个2到3分钟的时间。哦，可以再猜。那个画面，你现在是 mirror 还是？我现在彩球了。他现在当掉。刚插完就好。你只有一个萤幕好了。天啊 ，Jesus！你现在问题是什么？我现在问题是我现在这个画面烂掉了。对，直接整个全部。嗯。哦。好，那是那个 Keynote Down。Keynote Down 对不对？对。哦，那只能用。还是我重开机？这是一种，这也是一种方法来着的视野。想办法把 task manager 叫出来啊，然后切掉它。哦，你硬关了。没有啊。你要按5秒钟，才会硬关。没关系，40分钟内还是可以讲完的。没关系啦，超过6点就算了，超过10点就算了。超过6点吗？没有，超过10点就算了，对啊。可以超过。对啊，反正对。好，目前电脑正在重新开机，因为刚才 crash， 然后再请大家稍等一下。啊，不好意思啊，测试的时候还好好的，哎，没事，可能是大家突然二氧化碳太多了。人生就是这样啦。可以了，兄弟 ，nice。可以，画面还没出来，没关系。可能说大家一起帮忙集气。OK 了。太多东西了吗？应该还好了。还好吧。那现在有插上去吗？好像没有。哦，有一些插上去。好。嗯。这样确定有在录了吗？
我一直都是在录的，对，只是刚刚画面断掉，现在画面在好处。At least moment。Close Cup 这版，往上丢。哦，对，这边。好，那我们这边状况解除，让我们用掌声来欢迎我们的讲者 Nick。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就是这个主题叫做拉近我们与 Ruby Object 的距离。那可能有点抽象，那没关系。就是，好。哦 ，Hello， 那先跟大家讲 Hello。哦。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Nick. Today we will talking about Ruby Object and Garbage Collection. I think this presentation not like YouTube. So we can display CC subtitle. So we transfer to Chinese now. 哦，大家好。所以没办法讲英文了，好不好？对不对 ？OK， 好。那 B 小 Nick 呢？我自己现在是在 B 托这间公司。那可能有些风风雨雨，没关系，大家可能都查到新闻。那我是在一间小小的新创公司担任一个小小的职位。那不是什么很重要的职位，就不多说了。那也许有些人呢，就有看过我的 YouTube 频道，那有可能有些人是透过这个认识我的，也有可能早期一点在 Ruby 圈里面混，可能有知道写一些部落格。那也有可能完全在座的人都完全没认识，这也没关系。那我自己在币托，他是一个台商嘛，那有时候可能回乡下的时候，或者是要介绍不方便，我就会跟大家说，我现在在外商公司上班，领着外商的薪水，所以好像也是可以。那这也很有趣，在做 YouTube 之后呢，那就我就会收到一些网友们的那个回应嘛。他说：“哎呀，我看过这个人的影片，这个 Nick 都讲一些浅东西，看的技术也是不怎样的啦，好不好？那没关系，我们看一下留言。这个他说：哎，他软工的实力呢，大概就是我们学校大学部 OOP 上完的程度。OK，Nice，我们下一个。那这个人他就说，这个没什么技术深度啊，这看起来就是野路子做出来的，感觉就是个资策会码农。哎，不要干资策会嘛。”哎，我自己算不是，但你也不要讲别人哈。他说你这个不是经营技术多年的资工大神。我跟各位讲，看完这些留言呢，我感到的一丝庆幸。为什么庆幸？好险 ，Coast Cup 投稿没有学历限制啊！哎，真的好险，这个我真的是哦，好险，心情突然就觉得平复了下来，所以今天才可以站在这里。那在现场的人有很多，我想跟大家讲的是，每一个人，不论你是前端、你是后端，还是任何领域的你，你有可能你是一个 designer， 随便，或者是你现在正在一个前端或后端，或者是一个不管是 K8S 啊或是什么，你可能正在一个领域，你研究了一些很有趣、很好玩的心得，也许你有写部落格，也许你有跟你的同事分享，但我跟你说，明年也许你可以给自己的目标，你不一定要参加 Coast Cup， 你有 CCon 有 MobCon 很多，甚至你厉害一点，你可以去参加国外的 conference， 你可以去报名。我认为大家都可以一起站上来分享些什么。我跟大家讲，如果你讲的知识，你身边十个人大概就是他这十个人可能不一定能全懂。我的意思是说，不是你同事，是你的朋友，好不好？你的朋友可能听不懂，那这其实就是你的专业。除非你讲的真的太难、哦、那不一定，但是就是这是你的专业，所以我跟大家讲，不要怕自己不够好，也不要觉得说我今天投的题目是不是太浅了。你看，像连我这种 level 的人都站在这里了 ，OK， 好不好？交流呢可以突破盲点，那分享是帮助他人，但是也怎样，帮助自己，好不好？那自己为什么很重要？因为所有的成长，或者是所有的，不管是这些技术，你要带着走嘛，你去研究，你要带着走，然后去分享给别人，让别人也带着走。那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那这个呢，相逢即是有缘，好不好？我做一个小贴纸。那如果有我的观众会喜欢这个贴纸，我那个第一张桌子那边有放，好不好？那刚刚已经有人拿过了。所以无论你今天来 Coast Cup， 你是一个人来还是跟朋友来，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去试试看，认识你身边不一样的人，也许他不是你的这次来的人，但是也许他是个同领域的人嘛，你可以去认识他看看。如果不知道怎么开头，也许那张贴纸你可以当做一个开头，说：“哎、欸，你认识那个吗？哎、欸，就那个陈显烂的那个。哎、欸，你们话题又打开了、欸，我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自己，对不对？重点是这个，你们能不能去认识别人 ？Conference 最大的用意，我觉得就是个交流的过程。你可以一起讨论说，这个人影片有够烂，或是这个人影片真的有帮助到我什么，这对你们来说都是一个好的开始。重要的是你，不是我，也不是那个 YouTube 频道，好不好？那。讲到这边呢，因为他刚好打钟了，所以不好意思，我想跟大家自拍一下，难得站上来，好不好？好，来啊！
谢谢大家。那谢谢大家成为下一支影片的这个素材啦。好，谢谢大家成为下一支影片的素材啦。好，那其实呢，我不是 CosCup 的推荐的那个委员会，但是我有看到他其实有开一个共笔，如果你们打开，不管是你们手机、电脑，它其实有一个 HackMD 在上面的。那我把它做成一个 QR code， 你也可以直接扫。那如果今天的东西你们想要继续讨论或什么，你可以写一些笔记也不一定，好不好？那因为今天呢，我是今天的最后一场，干嘛？讲完就可以去吃下午茶了。那也许大家可以推荐我这个附近的餐厅，但是呢？说到去餐厅吃饭，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你吃饱是不用收桌的，对不对？好，那服务员走过来就说：“不好意思，那个帮你收个桌子。”这时候呢，你就被收了10%的服务费。很神奇的是，写 Ruby 不用管理记忆体，用完你不必自己释放。不好意思，有人帮你收个记忆体啊。你的10%服务费拿去干嘛？拿去买 RAM， 是不是很常被人家干说 Ruby 的性能不好？因为可能 GoLand 的机器比较小，可能什么之类的，对不对？好不好？那很有趣的是。在 Ruby 的世界里，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 ：“Everything is an object”， 就是大家都觉得说任何事情都是一个 object。可是这句话呢，其实很严格哦。用 QA 的角度来看，它其实有点粗鲁的。你在 method block 跟那个 operator， 它其实不是个 object。你说你去看定义，它不是。所以呢，我们之后如果有人跟你讲说啊 ，Ruby everything is an object， 好，你就跟他讲说，almost， 好不好？不是全部啦，不是全部。我跟大家讲，那也许大家在写 code 的时候，可能。不管你是做那种电商或什么，你可能常常看到什么total price 啊什么的，然后或者是有在用 device current user， 那可能你 user 会 user find 这个，大家很常看到这些 code， 那其实这些都是一个 object， 好，所以呢，今天主题拉近我们与 Ruby object 间的距离，到底要拉近什么呢？我们先假设一张图，好，可能在座已经很多有些人是大神了，那这个我们就当做你已经是在终点，或是你已经超过这张图以外了，那也许有些人可能对 Ruby object 还不太懂，也没关系。我们就假定这个橘色的 U 就是你现在的位置。那我希望呢，在今天这个 presentation 讲完之后，你会到后面那个位置，好不好？那我们先了解一个基础观念：一个 object 它是40 bytes， 它是有一个大小固定的，在 Ruby 里面哦，在 Ruby 里面。那你可以看到，想象一件事情，我们跑10亿次的 object new 去把这个 object new 出来。那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很神奇吗？40 bytes， 然后它 pre object 它这样子10亿跑了，是应该是40 GB 才对。那我那时候买了这台电脑呢，我已经把它拉很大了，32GB 统一的记忆体，神奇了。你跑40GB， 你只有32GB， 没道理啊，对不对？资源不是无限的，那到底为什么可以去跑超过实际的大小？也许可能有些人知道答案，有些人不知道，但我觉得可以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谁去让这个资源可以重新分配？好不好？那在 Ruby 里面，它叫做一个叫 Garbage Collector。那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一个专门来收回收阿嬷啦。你在写程式的时候，就给阿嬷一直推推车，把你那些用垃圾的记忆体收掉。那在接下来简报呢，我会讲这个东西叫做 GC， 我不会一直讲 Garbage Collector， 因为念起来很累。我们会统称 GC， 所以这边我们大家对齐一下共识。好，那有电脑的人，或者是你之后拿着这个简报，你也可以玩玩看，在你的 Terminal 里面打开 IRB， 大家应该对 IRB Console 可能有点应该是理解的啦。好。那就算你没有装过 Ruby， 你 Mac 买了 IRB 应该是打得开的。那 IRB Console 呢，可以边玩边学。那讲到这边，如果你还想继续听的话，你就可以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你以为是为了我自己吗？不是，我是刚刚想说，如果这个影片有在录的话，也许 CosCup 开源人年会这个频道，它就会放上我的影片。那这样子，我刚刚讲的那一句话，也许可以让主办方放影片的时候非常好处理。所以可以想象一下。我讲了这句话，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这时候呢，你看这个，如果假设是这是去年的，假设有一个2022的 CosCup， 那我就可以做什么？YouTuber injection， 好不好？好 ，OK， 好，这是一个笑话，谢谢大家都有捧场。好，回归正题，就是希望让大家不要那么容易睡着。好，那十亿次这个 object 点 new， 那我们在 irb.console 里面可以去打开它的 GC， 就是去看它的那个 garbage collection 的状态。那以我的电脑来说，我可能跑了47996次，意思就是说，这个阿嬷帮你收回收收了40000多次。每一个人的电脑不一样，会依照不同性能跟不同 Ruby 版本，这个数字不是一定，所以你大家可以去玩玩看，因为透过玩学习是最快的。那 GC 到底帮你做了什么事情？我们先从一个地方理解：当你打了 object 点 new 之后，每一个人可以看到后面有一个这个0x000后面一堆英文数字，这个东西它是什么呢？它这个数字每个人不会一样哦，哦。它是一个记忆体位置，那记忆体位置这是一个很抽象的事情。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讲它记忆体位置到底会放在哪里。所以这个章节我会讲 heap、patch 跟 slot。好，
那你可以想想看，在你买电脑的时候，你电脑打开有一个叫做，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一个你的资源，它叫做 System Heap。那当你的 Ruby 启动的时候会在哪里？它会从 System Heap 里面切一块出来，所以你的应用程式，你的 Ruby 就会在这里。好，那有可能因为你的 Ruby 会需要更多的机体，它会往外去跟 System Heap 去要，所以它会长大。那也有可能不需要用到这么多。那我们可以稍微透过这个图片来学习 Object 点 New 的位置大概就是在这里，因为你启动一个 Ruby 嘛，然后它在这里。但是只讲到这里太肤浅了，不然到时候影片又被人家下面留言都是讲一些浅东西。继续往下，好不好？把 Ruby Heap 打开之后呢，你可以看到 Heap 里面有很多的 Page。那你的机体会去 allocate， 就是会去分配这些 page， 然后每一个 page 里面，它基本上的东西有一个 page header， 就是它记忆，它去理解说这个 page 里面要有什么东西，然后会有一个 slot。那这个 page 呢，一个 page 它基本上你去看定义，因为它其实是大概408或是409 slot， 因为它一个 page 是 16KB， 那你每一个 slot 就是刚刚讲的40 byte，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会有一些东西去放在这个地方，把你的 slot 你把它中文会讲插槽嘛，那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slot 被插上去。那这边出现了个全新的单字，你可能不知道，我靠，这紫色的 Nick 怎么没讲？没关系，我先要讲了，它叫 r value。 那 r value 的东西，它如果有在写 C 的人可能会知道，那没有写的人也没关系，粗略简单讲一下，它是在 C 加加运算式当中有一个叫做 l value 跟 r value 的东西。那 l value 就是运算后还会保留的物件，那这不太重要，有点老口。那我们先把它记得。R value 呢，基本上它就是一个暂时存在的数值，好不好？所以你可以想一下，我们回到刚刚讲的 object 点 new 产生了一个记忆体位置。那你可以把它想象，像刚刚说到这个画面，紫色的这个 R value， 你的 object new 呢的东西的 object 就是在这个 R value 里面，好不好？那有没有可能发生一种情况，是你 R value 的40 byte 它塞爆了？我这边随便举个例子啊，这不一定，这个字串其实还要再更长，好不好？它有可能有一个 very long 的那个 string， 它超长了，把这个 R value 塞爆了。那它会怎么办？我这边跟大家补充一个知识，在 slot 里面，其实它字串不会真的只塞40 byte， 它其实一个插槽里面它有一个 flag next 跟 data， 所以真正来讲，你的 string 你的字串只能塞到24而已。那这样子不行啊！你们大家有些在写 Rails 或什么，你总不可能跟那个你的设计师讲说，我这边 return 的那个文字不能超过24 byte， 神经病，没人会理你，好不好？好，那放不下的状况，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这样。我靠，塞进去直接爆了。那 Ruby 没这么笨嘛？你们大家写程式没有那么容易 crash 嘛？对不对？你可以想一下，为什么它不会爆？好，那其实是这样子，它如果发现你的文字字串太长了，超过了它的能够容忍的范围，它也许会把它丢到 System Heap， 然后跟它拿一个记忆体位置。接下来这个 R value 只存记忆体位置，所以这个 R value 就比较，它就不会臃肿嘛，它是等于是跟外面申请的资源。好，听到这边，也许我终于往前挤了一步，好不好？有没有？